暗中张扬慈悲，在变数中考验智慧，在艰难中激发人力，在繁琐中学习耐心，在复杂中心上有点，在人我中相互感恩，点滴汇聚的大爱与情谊，让人间没有苦痛与悲戚。有者呢，听到迄首歌，其实呢，迄首歌呢是对，安尼我一路落来啦，伫咧甲大家人分享吼，啊，这个心灵的过程啦吼，那师父不是定定甲大家人讲，咱健康爱治好，咱爱修好再做好，这都是慈悲心。佛所讲哦，人生无常啊，那生命在何其间呐、啊？尤其是呢，不多为脆啊，瞬息变化，真呢是佛陀讲的话啊，那我不断呢如是我闻呐、啊，我嘛是如是。说法吼，教佛陀讲的啊，这个法呢，来跟大家人分享啊，真正要分享这个法呢，拢是家己爱去体会啊。这几天来，不管是对家己听落来，台南听落来，因为家己梅山嘛，台南环哦啊，原来是受灾山顶的。人嘛是厝拢无去啊，田园拢无去啊，所以同款因也是需要有一个安居的地方。我都行过了台南嘛吼，安尼一路到屏东去，三拿吼一块土地，就是咱今嘛呢开始。伫咧规划真侪位建筑师啦，大家人年纪因的智慧参加应作乡，大家人集思广益，希望这回啊是真正的有史以来咱住这44年的时间，经过了无数次大小的灾难吼，住这人的动员呐，啊每一回呢。真想要为受灾无家可归的人，予因有温馨的家。但是呢，真多真多的困难，关关卡卡，都非常的困难，无法度呢，真正如这一次的这么家顺利讲吼，从中央一直到地方政府，安尼呢？国有现在这个社会资源机构遐尼真多，这种诶阿爷年纪啦，从中央甲地方政府土地提供啊，那配合吼，那实在是呢，会当当紧急要安怎来动工先动工，安怎样来补手续？凡事呢都真正真配合，只是等个这两天来呢，小块尘埃落定嘛吼，那整个村的规划，安尼呢已经方向开始定落来，当然呢，那在这个变数中呢，考验咱的智慧，那在艰难中呢来。激发出我们的韧力，哈，咱袂放弃，因为呢，
只要有一丝的希望，咱绝对呢代替这个现在呢这个安居之处伫倒位的人，咱无法度通知影何处是离家吼，那咱一定呢为因。